亲爱的，在教会的实体的家人，还有线上的家人，大家主日平安。平安。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，好不好？让我们一同站立。你找两三位，你跟他讲说，很高兴跟你一起来敬拜神。高兴跟我们在线上的家人，你也可以跟你的左右说，很高兴跟你一起来敬拜神。是的，我们的神是配得敬拜。因为他是全地的大君王，是荣耀的君王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他。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
是配得我的敬拜。不喜欢呼神，哈利路亚，因他配得，配得一切我们的颂赞与敬拜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欢迎你，荣耀的王，尊贵的王，我们欢迎你，耶稣就在我们的当中。
见，而未听见，渴慕更多，看见你的容颜，大大张口，大大充满，恩膏如雨，浇灌这地，也会看见。赞美你，谢谢主，赞美你，亲爱的家人，请坐。
敬畏，渴慕你同在，更深经历你，求伸开我眼，向我心显明，你创造心意，并带领我向前。爱不
谢你奇妙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主，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脱离那黑暗，脱离那困窘。主啊，我们要来回应你，我们要来回应你，因为你先将你的生命献上，好叫我的生命也能够跟随你，全然的献上给你。谢谢主，赞美你。下你过独路在天上，
给你，背起十字架跟随你，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，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。耶稣我爱你，喜乐地跟随你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我们可以站立在面前来敬拜你，都是因为主耶稣你舍命的爱，你流宝血涂抹我们的罪污，使我们有新的生命，可以在父宝座面前自由喜乐的来敬拜你。我们赞美你，今天更多的赐下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每一天，不单为自己活，主啊，我们要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来活。每一天都让我们有一个信心的盼望，是要跟随主在地上经历到神的同在，神的引导。谢谢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献上赞美，我们也诚心敬拜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主耶稣，他是爱我们的主，他成就这一切。谢谢主，赞美你。